而当时因为我们姿势太冲突，所以导致当时的项链马上被脱掉了。所以呢，我们决定制作一项，让你在种植，让你可以了解如何正确的种植植物，而且并且还可以学习到植物进行的光合作用。那我们现在要为程来示范我们所制作的东西。做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可以利用土壤湿度感应器来改现在盆栽的湿度，但是因为我们现场无法改变湿度，所以我们必须要利用滑改的方式来改变整体状态。
便把你的那个信纸再跟老师说一下。好，我们有过两张信纸，第一张就是这个，它有五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它会侦测两个光波的大小，这就是侦测那个下地反射的光波大小。然后这个侦测土壤湿度就是侦测你盆栽里面的那个含水量有没有达到标准。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用可变电阻来改变那个里面的二氧化碳。然后这个它就是这个旁边它会告诉你我们植物目前的状况是如何。然后第五个就是如果你不小心把植物砍掉了，它会教你如何做正确的。然后这边就是阳光太大，它会影响到那个降温；然后阳光太小，它会影响到增加它的那个。然后呢，空气太少，它会叫你要增加二氧化碳中的二氧化碳的含量。然后这边就是两行，就是达到标准。然后水太少，要提醒你要帮它浇水。然后假如水太多，就要叫你不要再浇水，要减少一下水的含量。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完整，对啊，而且该执行的效果也都有执行出来。灯管它好像有一点过，所以我们之后的把它就是没有。那个过墙不错啊，如果有做出来的话，真棒。